这肯定是我老秦啊。为啥呀？老秦多害羞啊。我们老秦累了累了啦。你看你帮我摇一下秦霄贤是不是还醒着。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秦霄贤口条不好，是郭麒麟他就应该在二级。哎，特别的舒服，朋友们。真的吗？来来，宝贝儿，相不相信我？信啊。信吧，是不是？信啊。抖音。